今天星期六，10月21号，打算来泰国走走。刚刚发现到泰国的保险到期了，就来这边努伦布隆最靠近，这边应该是巴朗德拉的，可以换钱还有做这个 insurance 台人的地方，来买 insurance。这边的 insurance 感觉上比较贵一点点。120块，之前我买105，在盖尤伊岛那边。这边可以填卡、填 form、买 SIM 卡、换钱。这边卖的 SIM 卡25块，感觉有点贵。如果要便宜到可以进去里面 7-Eleven 购买，这个是保险的价钱。当然，如果时常来的话，一年的比较划算。今天的价钱7.55泰铢，7.55换10块钱，感觉有点贵啊，价钱起很高。泰国保险做好了。120泰铢，这些呢还可以包括填白卡2块钱，还有填 form 呢要10块钱，填那个汽车的 form。但是如果你会自己填呢，进去里面也不会很麻烦。如果懒惰的话就给他填了，也不会很贵。啊，今天没有人了，进来这个都兰布隆的关口。在马来西亚呢，只有一辆车。直接过来，不必等很久。现在我们要进去泰国的这个drop passport 的地方。OK，很快的来到这边，里面的 custom house 拿这个 form，然后填卡 drop passport。后呢，就来这边，旁边这边，叫这个车的 form，就可以进泰国了。大概整个过程大概花20分钟吧，在都兰布隆这边。从这边马来西亚过 custom 大概不到1分钟，然后再来这边泰国大概20分钟，不到半小时呢，我们就可以出泰国了。都兰布隆这个地方，这个关口属于比较少人来的地方，但是感觉上可以省了不少的时间。OK，现在要开车了，等下不懂要去哪里，我们就随便走走，找吃的，看看植物，看有可能今晚会过夜了。来泰国小便这边呢？看到这只奇怪的生物，其实泰国的厕所是蛮干净的，还有一些例子。哇，在油站这边，连 Amazon Cafe 的员工都来买的 ice cream，应该是不错了，过去看看。我们停 BTT station，买了一个 SIM 卡，49泰铢，可以 hotspot 的，还有这个。一杯咖啡拿铁，这个是28磅，蛮好喝的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就看到，有的卖冰淇淋，不好吃了。感觉到本地人Amazon Cafe 的都来买，应该是不错。那我们进来看看。
ลุ้นด้วยใช่ไหมพี่เขาด้วยใช่ไหมหนูน้องมีฟันไอศกรีมพอเซนไทยกับไทยเองในคอนโทรก็สกอบเตอร์ไอศกรีม可以，这个手掌般大的 ice cream 才二十泰铢，里面有什么呢？花生，ice cream 很多粒的，不知道多少，还有一些面包啊，糯米，还有那个菜叶叫什么？阿嘎阿嘎，燕菜啊，燕菜，二十泰铢，是不是比在旅游区吃的便宜很多呢？就在 BTT Station 这边，一辆摩托在卖的，然后连 Amazon Cafe 的人也来买。OK， 我们在这个树下这边，在山洞吃 ice cream， 吃 ice cream 呢，等下不懂要去哪里，就随便走走，吃吃走走，看看植物，看这边，这个山洞都淹水了。不能进去。这个叫做和平门，1989年建的。时间吃饭了，我们停在这个路边的小档口，不懂有什么菜了，就来看看。通常这些小档口呢，会很贵，然后味道也是不错的，不是那种游客的味道，都是当地本地人的味道。好，先下车看看有什么。OK， 来。อันนี้กะเพราอ๋อกะเพราเอาโอเคได้ชิมดูดูโอเคซ่าฮ่าซ่าดอซ่าเมียวเดียว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คะนี่ก็算是ปลาไหมก็สิเผ็ดนะเผ็ดโอเคหมูหวานไหมหมูพะโล้หมูพะโล้โอเคแล้วแค่เคยกันนะใช่กินเผ็ดเหรอกินเผ็ดเอาจะได้มาทุกวันเลยหันหน้าเป็นเส้นหนูชื่อคนเอาเมนฟรีเตอร์สวย
还有这些经济饭菜，不懂是什么。照照看在我们的车子，啊，这一餐吃下来100泰铢，每个人50泰铢，还送了2杯水，味道还不错。